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修仙奇缘。今天继续讲另一宇宙来的人杨子的故事。手上有佛，关于手上有佛的事，我第一次是从 C 先生那里听到的。C 是玄学大师，当年曾为著名气功师、人体数字功发明者石凤芝老师分析手文，指出过石的手上有一尊弥勒佛，故其功力非凡。以后也曾多次见 C 先生为一些气功界著名人士分析手文，时常予以指点。 你练的是佛家功还是道家功？是适合练哪类功？手上有无成功符号？修炼可达何等程度？云云。像当年 C 先生给魏天波看时，就指出其手上有两尊活佛，故应有世界级水平。这种事都是通过皮纹、手相分析的。而这里我要向各位介绍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“手上有佛”，那还是第二届国际气功会举行前的事，一九八九年春。 西安南郊的大兴善寺热闹非凡。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在这里设立国际气工会的筹备处，气功与体育杂志社也在这里。自然而然，这里就成了气功师和气功爱好者经常出没的地方。当时我任健康报驻陕专职记者，因和气功与体育杂志社社长，也就是现在的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秘书长郭周礼先生较熟悉，他委托我为大会负责宣传的人之一，也就常来这里走动。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大概是星期天吧。许多人都慕名来新善寺找气功师学功法、求医病。我带着杨子来玩，在一群人穿行时，突然听得有人喊：“韩老师！”回头看时，却是东升。哟，杨子也来了。东升与杨子是老熟人，他原本于气功、手相都很熟，我们常在 C 先生那里见面。东升特别喜欢和有特异功能的孩子玩。 常叫 C 先生的女儿 C 小姐指导他练气功。见了杨子，自然要问几句话。杨子呢，觉得东升挺好玩，虽然闭着嘴没说什么，却也露着微笑。我和东升聊起来，看到诚心前来求医的人熙熙攘攘的，突然想起前段有人给我提起一位气功师。哎，东升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叫田瑞生的气功师？对新听到的气功师名字，我总有一种好奇。 这个人我见过，怎么了？听说这人的行迹挺古怪，为人极好，给人治病疗效也不错，就是吃饭比较怪。治了病，别人请他吃饭他不吃，平时就吃白水煮挂面。走到哪里背一个锅，背一包挂面，一次能吃一锅呢。我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东升，这我可没听说过，只见过他是个老头，人挺好的。东升对此种传闻颇感新奇。 因气功师中，许多人给病人治了病，不管有没有效，都是要收费的。理由是发了功要补充能量，起码得要点营养费。至于请一顿美餐，更是理所当然。像田瑞生这种行迹，确乎少见。功力怎么样？他有没有特殊的地方？我总希望每个气功师都有自己的绝技，令人一见就有一种震撼，同时为中国能有这样的奇人、这样高深的学术而感到自豪。治病不错。 疗效大家反应都挺好，功夫是有的，听说能变香气，还有。说到这里，东升停下，忽然想到什么似的，突然对杨子说：“杨子，我请你看一样东西好吗？”我啥也看不见，我啥也不懂，我啥也不会。杨子最怕别人叫他看什么，也不愿搞那种事，只往我身后躲，尤其是在公众场合，发越发显得胆小。那时他还不到七岁，没什么。 别害怕，这一样东西可是你最想看的。东升很会和孩子玩，两句话就把杨子哄住了。你要看什么？杨子问。你看我这手上有什么东西没有？东升说着，伸出一只手，手上空空的，张开手掌，仿佛要叫杨子与他看手相似的。这家伙搞的什么名堂？我暗自纳闷。有东西没有？东升又问。有呢。 杨子看了看手，点点头说：“又是一次怪事。”我不由自主伸长耳朵听着。我想，莫非杨子在什么时候无师自通会看什么手上符号了？是什么呀？东升笑眯眯的又问了一句：“是三个佛。”杨子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：“什么？手上有佛？你说仔细点。”我不相信杨子居然也会看什么佛了。他从没学过手纹之类。 而且是三个佛，对，没错。继续说，东升很兴奋，冲着杨子直点头。左边的这个穿着红衣服，右边这个穿着咖啡色衣服，中间这个穿的是黄衣服，就在这儿。杨子指点着东升的手说：“没想到，挺神的。”东升连声夸奖杨子，又说：“这田瑞生看来确实是有些高功夫。”这和田瑞生有什么联系？我不明白。 眼前的是会和那个古怪的老头有什么牵连？是这样的，东升讲起来，他原先见到田瑞生时，同田谈了许久，最后田叫他伸出手，田用自己的右手剑指在离东升手半尺远地方的向东升手掌画着什么，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，画了大约一两分钟，画完后告诉东升，从此以后你手上就有佛了，你可以成为佛家的人，这三尊佛已坐在你手上了。 还告诉东升，左边是什么佛，右边是什么佛，中间是什么佛。东升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手上什么也没有。再看老头挺认真，他暗自想，不是老头精神有毛病，就是愚弄人。明明手上什么也没留下，大白天说瞎话，什么手上有佛，哪儿来的佛？没想到今天在杨子这里得到证实，真是只能怪自己眼光太差了，差点枉费了田瑞生老师的一片好心。这又是一次奇异经历。 我拉住东升的手，左右看了几回，无奈也是肉眼凡胎，一无所获，只好苦笑。这件事发生的几天以后，我突然在《气功与体育》杂志社编辑部见到了田瑞生。他看上去五十多岁，不胖不瘦，个头挺高，留着几乎是和尚头一般的短发，人很和蔼。田老师久闻大名，我是健康报记者，我做了自我介绍。健康报是国家卫生部办的。 是卫生系统的权威性报纸，卫生行业可以说几乎无人不知。卫生与气功关系密切，一些气功师也愿和健康报的人接触。我同田瑞生简单谈了几句后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听说您功力很高，能不能表演一点，让我开开眼界？”功力高不敢当，要看一看可以。田瑞生谦虚的微微一笑，又问我：“有纸没有？”我从皮夹里取出一叠稿纸递给他，他从上面撕下一张。 左手食指,指，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伸出，其他三指捏在一起，做一个剑指。在离纸半尺远的地方，向纸上画着什么，边画边口中念着什么。大约一两分钟后，将画好的纸递给我，指着纸说：“你看，这上面已经有三尊佛，并告诉我三尊佛的名字。”我拿着纸，横竖也看不出它与普通稿纸有何异样，而佛更是子虚乌有。但是上次东升手上的例子，我相信。 他的话绝非虚妄，然而看不见也不能装看得见，我没有那种本事，只好苦笑着摇摇头，告诉田什么也没看到。田瑞生既不感到意外，也不勉强我再看，丝毫也没有失手的懊丧和骗术被人揭穿的尴尬，他非常平静，像早在意料中一样，反而令我感到他道行的高深与人格的超凡脱俗。能不能另外表演一种？我想看看还有什么能令人感到气功存在的本事。可以。 田瑞生用剑指在离桌面二寸远的地方指着编辑部的桌面说：“这里会有道口烧鸡味，气功放香。”我心中暗自叫起来：“这是第一次遇到给我自己表演这种功的人。以前在一些气功报告会上见过气功放香，却从来没闻到过香气。”我便调动了所有嗅觉细胞，在他手指指过的地方抽动鼻子，使劲闻了闻。然而令人失望的是，别说鸡味，连任何别的味也没有闻到。 莫非这香味也是普通人的鼻子闻不到的，也需要特异功能？我对自己能否闻到香味有些怀疑了。田瑞生听到我没有闻到香味，依然很平静，这平静又更加深了我闻香味是否需要特异功能的疑虑。但田瑞生接着又在桌面上另一个地方像刚才一样指了指，对我说：“这儿有羊肉泡馍味。羊肉泡馍是西北地区著名小吃，用上好的羊肉煮成汤。” 用白麦烙制成饼，将饼粉碎泡在汤里，其味甚香。一条街有几家羊肉泡馍馆，会半条街都有香味。我对这种味当然是非常熟悉的，可是，在用鼻子嗅时，却依然未能享用，还是没闻到。我只好老老实实告诉他。说这话时，我有点替田瑞生难为情，生怕他出了丑为难。令我惊奇的是，田瑞生根本像无事一样，似乎我闻到、欲闻不到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 依然平心静气的，又用手一指桌上放的一只绿色书包，说：“茉莉花香。”随着他手刚抬起，我立即凑过去闻，一股茉莉花的清香顿时钻进鼻孔，不由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觉得顿时浑身清爽了许多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感，不由脱口喊了声：“好香！”接着又连嗅了几下，想再享受一下那茉莉的清香，遗憾的是再也没有闻到。不过。 那第一下，我已确实嗅到了，到底是领略了田大师的功力。随后，我们又谈了一些练气功方面的问题。田瑞生当时练的是佛家制物气功，还未像现在这样名遍中国。他现在已经将气功放香作为特色，自创了中国香功，成为一代大师，人称洛阳活佛。由于其功法不讲太多的清规戒律，适应性甚广，在全国各地随处均可见其子弟练习香功。 其功德可谓大矣。与田瑞生分手后，我将他曾画过佛的那张纸仍留在身边。回家后，让杨子看那张纸，杨子又指出纸上画的是哪几尊佛，穿的何种衣服等等。晚上，对这种神秘的讯息标记，我又想了许久。我想到 C 小姐在画家王延章家里看画时的情景，她指着那画上的河边说：“那里有两个人。”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她是胡说八道。 因为画面上那个地方根本没画人，但王延章却连连点头说：“不错。”他原先在构思时，河边是要画两个人的，准备画全部画好在天人，在添人以作画龙点睛式的点缀。谁知画成之后，一看画面没有人也挺好，挺自然。如果画上人，可能还有点画蛇添足。到底画不画人，他有点犹豫。于是拿着笔，在离画半尺远的上空做了一遍画人的动作。 只是未向上面实话，最后还是决定不画为妙。没想到这种意念竟会被 C 小姐测出来。谁能说意念没有力量？谁又能讲意念讯息不能保留？这意念讯息保留下来的机制是什么？为什么只有 C 小姐、杨子他们能看到？看来，在我们熟知的能量传导标记的常规方法以外，还有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路径。这条看不见的路径，宛若经络存在一样。 是毋庸置疑的。感谢关注《修仙奇缘》，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打开小铃铛。请继续观看下一集关于杨子的故事。